点病人照顾铁哥，看到永春哥出车祸，今嘛人伫病院，就等阿弟伫边啊。伊伫查房要找你，我唔知要安怎，就只好打电话给你。好，那安尼我今嘛马上挂过去。咱时间哦，了解真哦，嘛不需要伤挂。我希望哦，你来陪我过生日。恁几个人半夜小可坐到河滨公园，用危险的方式解脱500万，对不？你上课想好清楚才回，你若是坚持讲无，等调查结果出来，那发现拢不是事实，你是罪加一等。李可拢离开台湾了，500万我也无提转来，是安怎伊那是坚持要过啊？敢讲因伫拍什么主意？王春进前伊想法真大，阿唔过你相信我，再用陈一金嘛。真正出去不过，伊知伊唔对，所以把希望伊当袂用用成。嘉璇，你敢要用第一路呀？希望伊当赶紧赶过来。你讲伊是我的后生，啊，伊是你的爸爸，我唔是伊的太太，啊，无咱到底什么关系啊？伊是得着什么病啊？所以是部分失忆，也不排除可能有生理上的问题。我知你甲杨长波当作是亲人同款，今天我无意见，我嘛真尊敬。啊！不过这是你甲启东阿高翁以来，伊头一摆过生日，你无去，你讲好。你的生日会较重要，吴家雄应该先过，不是叫你等。要唔过我相信，只要伊爱我，伊爱我，一定能体谅我。家雄到底是为了什么代志？等我这么久啊！几位，我们继续。学长，怎么可能每次都你赢？学长都在睡觉，而且大热天还抱全身，跟你什么关系？想死啊！那么久不接电话，现在可以讲电话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真的是跟你姐一样傻。你在直播上画歪眉毛，你看一样左手拿杯子啊？到底要喝什么？你快决定啊！你知道我喜欢少爷？废话，这都看得出来好不好？哎，手机怎么在我包包啊？阿邦那么爱捉弄我姐的，哪有像你这种学弟一直欺负学姐的、啊？学姐，你肩膀这么重，来，快把我弄掉！哎，我现在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，根本是看我。没有，再给你们喝。吃坏肚子，那很严重哎。你好，太太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哎，这个大楼的矫正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轰轰轰轰轰。阿哥最怕的，他还有愤怒值在里面。